非礼了！快给小美人私奔了！小生谢谢，字梅梅，号小开居士。虽然你英俊潇洒，但是看多了还是要给钱的。你打听这个做什么？想嫁入宫中做妃子吗？打一半发现人没了，肯定就没心思跟这些门外道打了，自然就匆匆离去了。我可不行，没刀，我怎么打？你踩我干什么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打我干什么？打谁也不对啊，殴打庶民，殴打皇帝，同罪。分寸呢？啊！喂，你下什么命？你谋杀你亲那个亲夫亲哥啊？他断什么后啊？这分明是断我的后嘛！你跟他聊什么时候聊了什么？鬼鬼祟祟的，明明是女侠你才对，出门都不带上。你那鸟心龙主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你我现在赶紧多吃一点，省得你待会打起来了，我也好随时给你舍身为女侠叫好助威。你如今赔罪都是信手拈来的吗？我用鼻孔看都知道你没有诚意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，我的手和脚都青了，谁来救救我呀？这怎么吃饭啊？饭都吃不了了。哎呦，女侠，我这到了凌凌城一个好觉都没有睡过，好几天都没有洗澡了，你闻全是汗臭味，都臭了。像我这种身长七尺五尺半以下都是腿的世间奇男子，也能遇上半个知己，真是幸灾啊幸灾。你只有三尺清风之力，我有三寸长蛇之诀，天衣无缝，可做无间。有人看宏图霸业是正事儿，我看哄小美人高兴才算是正事儿。美人风采动人，无见之甚会心舍。想看好看的看我不就行了？我这还没入门呢你就给我立规矩了。像我这种柔弱老实的书生只怕经不起你这种女侠的欺负。那咱们就等看完热闹之后我们就下山，带你满天下的玩好不好？去蓬莱看海，洞庭钓鱼，南江晒太阳。